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跑。在我前几期视频中说到有一条小东德被送去训练了，那是一位粉丝大哥在我这儿买了一条小东德，然后他问我你这儿能不能训练，我说我这儿只管繁殖不管训练，但是我有一朋友他可以训练，离我这儿也不远，所以说我干脆就托付给我的朋友让他去训练了。直接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，咱们一起去看看他这个训练的成果怎么样吧。翘着肘拐斜式，我去 ，yes， 他反正现在是左我左里，我收我收，绕推绕推，我收，坐里，坐。那顶的动作啥能行不能顶？变换吗？啊，可以。Yes。啊。要是再训就是，汤。大龟。大龟。我想。我想。我想。比如说呢，您不吃陌生人事物，或者是啥能行吗？可以，现在也不吃。现在也不吃。嗯，我吃。或者家里看个东西啥嘞，都能行吗？那需要时间去吃。那时间长是吧？不收，不收。我想。Yes。Good。呀，我他听我指令不听。到时候跟你说要咋弄，来，坐，坐里。我看着各位差不多呀。坐，我说，我说 ，yes。
Yes. 来，给你，来，来，坐，握手，下。光看人家，谁手里有吃的看着谁。这狗因为它需要适应的时间。接触到新主人，它跟它有亲和力了，它才会听它指令，是吧？它因为说，任何一个狗，它对你不熟悉，它不可能说给你。好的，我已经从我朋友那训犬基地已经回来了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一个月训练效果还是有的。这位粉丝大哥看到以后，他说还想再训一个月，我说可以，再增加一些项目，再巩固之前所训练的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，我是小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